真的很忙，首张日文专辑已经发行了，然后3月2号要发行他们的 The First Shiny World 的演唱会 CD， 然后呢4月底到7月又在日本巡回演唱会，所以真的是大家都很忙啦，很忙，但是他们的外表一如既往的 sunshine 一样的 shiny， 怎么讲呢？这里有泰明从小学、国中、高中的照片，你会发现除了发型的颜色不太一样，其实真的还蛮像的，他是这种小时候跟长大差不多人，真的没有什么所谓的男大十八变，好不好？还是蛮像的，是一个很 shiny 的泰明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他们的日文出道单曲《Replay》，你是我的一切，格兰特的赛。